眺望台北101的象山步道，每年跨年前夕都有民众在栏杆绑上了相机脚架来占位子，长久以来也被批评说缺乏公德心，最近更有人询价买位，演变成了观景乱象。过去市府仅呼吁要有公德心哦，但成效不彰遭抨击，所以北市府大工程处最近呢就说了，这今年一定要明确管制，正在确认法源依据，一旦贴出禁止占位的公告，可规范民众离开脚架多久时间，市府就可取下占位物来代为保管，再以遗失物品公开招领。